年28歲，咁我由16歲開始捐啦，去到而家都12年啦。咁我18歲開始捐成分血啦，去到而家都差唔多10年啦。咁我全血同埋成分血都捐咗大概200次到啦。咁好開心啦，今次可以攞到呢個獎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捐血啦，唔使怕痛，又唔好怕嘥時間，因為如果捐全血咧，其實好快嘅啫，10多分鐘已經可以幫到3個人噶啦。捐一支血救3個人，其實每一日醫院咧都有好多病人需要輸血嘅治療，咁希望多啲市民可以定期嚟捐血，幫到有需要嘅病人。